2020每月指定日到仁德户所办理结婚登记，就送结婚纪念卡及幸福大补贴一份哦。结婚登记阁有惊喜的小礼物，仁德户政事务所加着2020对今年一月开始第一次推出象征好运圆满的登记礼物，只要今年来这结婚的新人，都会使摕到祝你好运、迎幸福的大补贴，希望好民众喜上加喜。我们的研考人员他觉得这个我们的中药的那个补帖哈，有一个补助好运、补好运的那个联想嘛，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包装起来，做成一个那个还有纪念的东西这样。哦，对啊，我们就是每个月都会指定一天，那基本上都是从农民历挑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好日，就是贺礼季啊，哎呀 啊，所以那个他只要在那天来，我们就会送。来结婚的新人，只要在特定的日子，参就是2月14日西洋情人节，5月20日谐音是我爱你，阁有11月11日终结单身日，无就是农历的好日子，来到仁德户政来登记，拢会使一人摕到一个大补贴，内面有造型的纱文、蜡烛、等等的实用物品，另外嘛有传情的明信片，互新人会使将想要讲的话写伫面顶。用我们的外墙彩绘啊，做一个限定版的纪念卡啊，希望他们来在我们的指定日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就送他这个纪念卡，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上面写下对彼此的贴心话语，或者是对新婚的感动或期许，然后我们就会帮他免费寄出去，让他们可以珍藏，在这边结婚的当下的那种心情甜蜜跟浪漫这样。这张爱在仁德结婚的纪念卡片是特别依照户政事务所的院墙来设计的，户政人员也将会选择特别的日子免费寄给新人，希望在这个特别的年度会使欢喜迎接双双对对的新人。咱的新闻台文小明星仁德采访报道。